好啦，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救吉尔啊，毕竟老乡好嘛。为什么来床上 ？Jill, Parker, where are you? I don't know. A room, I think, somewhere on the ship. Damn it! Bastard took all my weapons. Can you reach HQ? No, comms are out. It seems we should regroup. 重新会合是不是？哇，武器都被缴械了，还放电视给我看，你会不会跑出什么争执之类？应该不会有吧？他们没有要杀我，那他们的目的地到底？他们目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被上锁了，好吧，看来应该破坏这个锁，是不是？被螺丝被锁很紧，然后我的那个扫描仪也被弄掉了，我现在没办法扫描。我这是在哪儿？旁边应该没有人睡吧？推走。嗯，好了，门开了，浴室吗？不然我们现在泡个澡好了。我觉得刚才经过一场战斗之后呢，全身湿黏黏的，充满了脏水，里面什么可能，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有。排公浴缸吗？打呀！生锈了，还真的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没有啦。哎，这边有株草，我要吃草。坏了一段时间了，马桶呢？里面有一个螺赖吧，对啊，螺丝刀。然后我有个疑问啊，这个马桶啊，这马桶是，请问是巨人用的吗？为什么觉得马桶是特大、啊？这已经可以塞下吉野整个屁股了。我家的马桶都没那么大，这是尺寸做错了。请问这是 king size 级的那个马桶吗？这说要去整个塞下马桶里面啊，这还能做吗？哎呦，哎屁嘞，怎么办？闪避吗？看见攻击的时候按住 W 或空白键可以闪避攻击。我要怎么闪啊？又一个巨手收，来来来，给我闪！哇，好聪明啊！性感翘臀，哇，他穿高跟鞋，还蛮 Q 的。好，赶紧把门弄开吧，不要等他醒来了。你们大屁股。你不要像骑士屁股大人好吗？屁股大也是很性感的啊！你、欸、居然会、欸，好厉害啦！怎么用？连线这个吗？光标移到这边来，抓取，释放，抓取，我不能抓啊！我要怎么使用它？看一下，我来研究一下。抓取的意思是不是抓起来？移动不行，抓起来，移动没有用，抓起来，哦，哦，我懂了啦，啊，这简单简单啊，这没问题啦，移动抓起来，移动，这样是不是？哎，他起来，他起来，哎，你好，嘿，拜，他应该不会出来吧？我有子弹了，可是我还没拿到枪哎、欸，门打不开。可以提到那个桥建建桥。喂，哦哟，哦，安安你好。没有庆忌啊，不罗庆忌，这里吗？我就出来吧，阳管，哎呦，高跟鞋之怒，安。这里呢？这边有子弹，腰很帅啊！散弹枪，应该派上用场。有个地方可以插入某种东西啊！可是帕克又不在，这样我们就没办法顺利取出了，太可惜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啊，可以插的，看起来是一个圆盘的东西了。有这，哎呦，哦呦，躲在里面。移到这样吗？啊，
一定要这样吓人吗？那柜子用一定要躲东西，信不信？信不信？哦，没有。自摸，红中自摸啊，自摸。他为什么在地上自摸？你是很痛苦吗？这么爱自摸？喂，哦，屁嘞！你自摸就自摸嘛。好啦好啦，去哪里啦？哦，干什么？不要这样齁，哪有人摸一摸起来摸人的，很脏呢，哦，脏呢。这边是那个大厅，先去看一下好了。下面有什么东西？对不起，被会一下的话，我就整个残血嘞，也太难了吧，难度超高的。打开吗？又是这个铁毛的标志。这看起来像是那个餐厅啊，晚宴的会场。他们在吃什么？这什么东西？鸡腿吗？哪一国的鸡这么大只？你跟我讲，火鸡也没有那么大只好吗？这什么鸡啊？好大的鸡哦，大鸡鸡啊，大鸡鸡。我知道那个美国人的 size 比较大了啊，这个大鸡鸡也是很正常的。这边什么起来？又是铁毛穿铁毛的标志。然后一直被吓到，这很恐怖哎、欸，都乱吓人哎。QK， Jill, are you okay? I'm fine, but the ship's crawling with BOWs. Okay, we're going to need our weapons. I think I saw them on my way here, but I couldn't reach them. We should be okay as long as we work together. 合理吗？哦，所以跟他走就对了。好，先跟他走吧。哪里？这里吗？喂，有 more creatures this way。哦，所以不能过这边，是不是？僵尸。Think we can use it? Yeah. 诱导弹。It just might do the trick. 这里呢？读卡机。可能要放信用卡之类吧，放一次，然后可以进，然后就可以进去这样。你刷一次1000这样。僵尸。还有那么多僵尸。Hurry! Hurry! 哦呦！绕圈圈！喂，哎呦，闪不掉！我现在没有补血药了。去！啊，再见，再见！我没事。太强啦！他没死啊！不是啦，不是这样啦，不是这样啦，不要吸我！没有武器可以打他们啊！哎呦，闪避真的不好按哎、欸！武器在哪里？你不要在那边晃点我哦，这个吗？改装部件，哦、改装部件，发现武器在这边吧。开了，开了，开了，开了！我终于拿到武器了，被夺走装备。好啦，这样我们就没问题啦。僵尸什么没在怕的啦，啊、哦，没在怕的。没什么东西。你可以在这个界面切换道具，如果你有其他东西的话，你可以这边改装，啊、哦，就可以改装我的道具。然后按 F1 的话，可以切换那个改装界面，伤害加一。就可以换我枪是不是？杰西卡的 G18 啊 ，G18， 还好不是 G8。吉尔的武士之刃，武士之刃。帕克的政府型，平衡的武器。他们有就是有火力那些东西的，我觉得应该是要切换一下火力比较大的武器。哇，这190哎，超猛！改一下吧，伤害加一。好了，我们就拿帕克的武器就好了。帕克武器感觉比较帅一点点。火力比较大，走。We got our equipment. Now what? Now we contact HQ and tell them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We should be able to do that from the bridge. Let's go.
This is the room I was stuck in. By the way, oh, Jessica 的 G8， 你们真的很奇怪哦，你们乱骂人。G18 就 G18， 什么 G8？ 哦，手雷，小心手雷！啊，这边有东西吗？好像就没有了。这里呢？你说老皮再玩两小时会死几次？是不是？不会啦，哦 ，QK 哦，不要这样好吗？怎么可能会死嘞？我这么高手级的玩家啊，高手级的玩家，简称高玩啊，高玩，这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水准。什么子弹？你那个哪一个？你这样打你破关可能要一个礼拜吧。可是他知道怎么打，没办法直接闯啊！要打手，他会往打手之后，他会像是肩膀会往右，然后再打另外一手，再往左之后，你刚刚不是硬直要吐舌头吗？冲过去给他近战，他就死了。通常一个怪两发就死了。真的假的？对，要这样打，因为他这一代不一样，他这样不能打头，所以不是打头了，不是打头，是打手，打手让他那个甩肩膀，然后打他的肩膀是打他的那个手肘啊，打手。打他的手，可是有人只有一只手而已，一只手就是打那只手就好了，打到他那个他就硬直停在那边不会动的时候过去近战，近战是不是？对，狐狸啊，哎，拿另外一只，再打另外一只，就是打手就对了。有哦，わかりました。这样就简单多了嘛。我想说奇怪，这游戏怎么那么难，异常的难，好不好？然后如果说他有舌，有人会有舌头伸出来的那种，你就打舌头，舌头中一次就他就硬直，中的时候就硬直了。对啊，然后你就过去，对，那这样打就是过去那个近战就好了，像超神子弹打，这么容易硬就对了。哦，现在年轻人这么轻轻松松就硬起来了。然后你那个扫描不是只有扫怪，是要扫那个连地图都要扫，你在附近看一看都会有那个子弹跟药。弄到这么的令人发指的这种地步就对了，他就是用这样收集啊，不然你这样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办法补给就对了，对吧？你这样没有办法补给，因为它很多东西都不是放在实体，放在桌上哪里，跟这不一样，因为这是 3DS 改的、啊，所以它有些其实是保留之前 3DS 里面说那个玩法设定就对了，哦，嗯，这样，嗯。我要赶快看你打肥肥，我要看你死几次。不要这样嘛，有必要这样吗？那个肥肥很难打，真的很难打，因为大家都觉得很那个，真的很难打，因为那个根本就是虐新手。可是这样一出来就是打肥肥，这样不是太难哦，好痛。那个肥肥很硬啊，然后又有二三十只你刚刚那个吐舌头的来追你。太扯了吧！可是螳螂怪没办法用那招打他、啊。你刚才说什么？双手快过去踢他，就不要打爆。哦，这个、哦啊，这个你就是一样打手啊，打手就对了。对啊，一样都是打手啊。就是如果说你要保险一点，你就不用用枪，多花几枪把他打死，不然他那个割到你超痛的。一开始都这样啊，然后你可能玩个到再玩个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会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走。一开始觉得很乱，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还好，真的是还好。有人说弹药要拿，我说我该拿啦，已经满啦。我把你关在外面，不爽。他会穿墙吧？把你关了。他会穿墙。有人说上来啊，我把你关在外面。NPC 会穿墙？会吗？哎，会啊。NPC 会穿墙。我看你消失啦。他等一下就会来了，好不好？明明就不见了，我回来剑桥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去剑桥跟总部联络，因为现在这个那个底层嘛，底层没办法通讯到那个上面去，收讯不好。I'm at the bridge。去吗？剑桥。哎呦，你怎么出现了？吓我一跳。看来不能用这个东西来进行联络了。你这个东西坏掉了吗？嗯。
都被打烂呢、欸？为什么？看起来还是骚骚的，那应该是不久之前弄坏的。对啊，怎么办？没有走远是不是？没人啊！我船爆炸了！Don't tell me that was the tugboat. Shit, we'll be stuck here. Damn! Oh, 这里啊。Please, drop the weapon. Drop yours, Parker. Who the hell are you?